我手里的这一只柴犬啊，现在怀孕是40天了。来，让大家看一下，先看一下后背吧。你看，背的毛色赤红色，而且它的背特别的宽啊，吃的特别的肥。来，让大家看一下脸，你看，胸前的白肚特别的好，是不是？而且看颜值，是不是大包子脸，捏的可好玩了。而且这一只母犬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嘴巴超级的短，你看，嘴巴也是短，是不是？短而粗哈。颜值的话非常的高，你看是不是大包子脸，毛量非常的好，是不是？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肚子，现在怀孕40多天了，你看肚子是，哎呦我的天哪，来站起来，你看肚子特别的大啊，都已经明显确认带胎了哈，现在是怀孕45天，感觉哈用手就能摸到胎动，你看狗妈妈开心的合不拢嘴哈。大家可以看一下侧视，你看看到了吗？侧视，你看小狗就在这儿。这一只目前是属于那种中踝啊，有的是上踝，有的是下踝，它呢是属于中踝，你看小狗是在这个位置摸着，明显的不一样啊。这一只目前啊性格特别的好，特别的粘人，你看怎么撸都不生气啊。你看这小表情，让大家这样看，哎呀，是不是捏的可好玩了啊，去玩去吧，过来过来，你过来。这几只母犬呢也是刚发情啊，特别的粘人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看，来来来，这只母犬大家看一下，毛色也是赤红色的哈，你看怎么撸都不生气，特别的好玩哈，去玩去吧，你看它又来了，一只母犬又跑过来了哈，所以说呢它的性格特别的好，性格呀颜值呀集于一身啊。行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简单的说到这儿啊，下期再见，走吧。